我们这一队的组合就是老弱妇孺，双队长，然后变成是史上最弱的一次。恭喜柯震华三颗星球，耶！颁发三颗星球，谢谢。要输了，不给人头过脑。Let's go, let's go。阿木啊，跳。很好，我听到你的脚步声了，可以。接到这个任务真的很开心，然后做完了，然后还觉得表现不好。你还会喜欢当冠军？大新闻，我是主播何美。首先为您插播一则重大的外电消息：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录影的综艺《玩很大》成员，稍早发生了队长遭受绑架的消息。由于绑匪的企图不明，相关单位已经着手进行调查，并派遣特种部队进行救援队长的任务。养尊处优，又来又被绑架了呀！绑架了，烂招！哎、欸，请问为什么在本节目队长这么容易被绑架？不好意思，我们队没有绑架，为什么没有绑我们？而且本来是玉莲哥也算是在绑架内容之一，对，他现在算是因为没办法，还有队长，还有因为一老还有一老老了，对，若要人不老，除非己莫老，老到最高点，心中有老老，老老。这一关就是，你怎么永远都弄不完？四颗星，钢铁英雄神救援，队员率先完成任务，顺利开锁，拯救队长获胜。就是那个完成任务救队长啊，然后顺利开锁拯救队长获胜。哎，我帮大家翻译一下。然后那个画面也可以用之前的，就是他就是绑在一个很奇怪的椅子上面，这样，然后他其实手还可以拿出来喝咖啡。四颗星哎，哇，这个好珍贵，这个我们拿下来就是拿球稳，一定要拿，这一关要拿下来，四颗星。可是我猜这几个都是体力的，他们这边有林柏森，对，哇塞，你们有沈玉琳呐，啊，但是我是有名没体力的，对吧？对，我也叫哥哥呀。真的吗？他看一下队长，哇，看一下队长受苦，可以去看他队长受苦，真的在哪里？看他有多惨啊！队长 What's up？ 哎，很少看过哦，肚皮大过胸肌的，真的，差不多。你啦，刚刚林柏森你是怎么
么说的？刚 Kid 刚怎么说？我还好啊。有咖啡。会不会太夸张？刚刚手呢？手还可以拿起来，还可以看别的节目。看一下 Sandy 在上节目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大家以为我们坐在这边很轻松啊，那个路程过来快四个钟头，对啊，对不对？都没有都不知道。那个摄影机我刚刚去试扛了一下，很重、哦。哇塞，扛到这边都破了。哦，安妮阿维，他一扛是一天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向摄影师致敬。一二三，团结。韩文差不多都这样，知道吗？像团结叫团结。韩文的那个陆军哦，真的，我讲真的，刘坤，他们的空军就是空军，他们的海军就是海军。哦，那海军是哪里的？海军就军队啊。真的，他们讲坦克车，坦克车。真的就是对的。我觉得真的很像，不过说真的，宪哥穿这个军装真的还蛮有蛮帅的，蛮有感觉。穿 get， 让我想要果蛋大兵。哎，今天关主啊，我们今天干嘛？就是没有钢铁英雄神救援。然后这个任务内容呢，第一个你看着前方三层楼高，第一棒是高空垂降，哎呦，从上面飞檐走壁下来，飞檐也倒叫飞檐走，飞檐走不是降下来就好吗？倒退的啦，攀岩类似攀岩。然后第二个呢是人体云霄飞车，就是身后的那个，我想玩这个，要荡一圈，然后有起伏。第三个呢，一样在三楼那边自由落体，哇，挂着然后跳下来。可是为什么队长不能玩？队长可怜，被绑住了、啊。可是队长的手，你觉得他的手还可以起来？各位还可以。但我这个是绑起来跟椅子一起绑。对呀、啊。你以为我们愿意坐在这里啊？他们一点都不。我们愿意啊。你们快点啦！好，结果呢？到每一三关下来之后，都一定要吹面粉，拿钥匙回来开锁。如果开错，就玩到最后。最后你们完成任务都开完锁之后呢？你们要来扛队长或抱队长，派出一个人走天堂路到那个格子来。什么？你说抱队长？对，走天堂路。可是我们在做队长很夸张啊。对啊，怎么？你想他低嘞？我们你们三个可以，可以三个合力就对了。他们两个可以帮你扶住，补充一点，就是你们失败了之后，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神救援卡，你们只要在对着镜头喊我要神救援，我就可以给你抽三张卡的其中一张。一定是帮助你们过关的，每一棒都有机会，一棒只有一个机会啊！你现在在吹你的电话，对，这个关卡呢，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会很长吗？对，不 ，no， 这是帮助你们的，就是神救援卡的由来哦，就是因为有一个军人呢，他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不拿枪，但是他成功救援了75位同胞，哇，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这是什么样的？你幻想的哪项啊？对呀，因为就是钢铁英雄啊，你们大家现在都化身为钢铁英雄，要神救援队长。钢铁英雄是美国的那个钢铁，他叫做75，不拿枪，对，是吗？是一个军人。但我现在最想要看的是沈玉琳跳肚皮舞，哇！哒哒哒啦啦啦哒，来来，哎，向导，哒哒哒啦啦啦哒，哒哒啦啦啦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哒哒啦啦啦啦。喂，不要再弄了啦！已经吃进去了，金金草已经吃进去了啦。好了，等一下，搞什么？我这么正经的人，哇！我跟你讲哦，在另外一边啊，在另外一边。宪哥啊，啊，沈玉琳哈，他真的很聪明的。他这个人哦，他是个人不遮丑的，但是讲他什么在做什么没关系。我这个人是哪里丑往哪里去。对呀，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有钱就干，有钱就干。不是有钱，钱来就干啦，球来就打啦。哎呀，漂亮，钱来就干。来吧，来，要不要分配？加分配加棒子，剪刀石头布。哦，来行的，来行的，刀石头布，哦，哎，刀石头布，好了，你先，您先看，在星空，是王奎。
好，那我第一棒好不好？好，那我第一棒就是。OK，那第二棒是我。你看我们在录影啊。第一棒，第二棒，第一个本子。好，来，我们决定了，一二三，出架吧。 游戏最难的是爬楼梯，最累。刚刚慢慢爬都觉得累了。等一下还要快跑嘞。对啊，没办法，为了要救队长。队长在吃薯条。对啊，所以我真不懂为什么要救他，他比我们还输。等一下。重点是开锁，开锁，开锁。开锁啊！哇，你 set ready sir 啊！好了，好了，轻松就下去喽，预备。来了。放松，放松，那边放松，右边放松。 OK，很好，还不错呢，不错。还蛮好玩的，这么好玩的。啊，没有，接下来要准备吹电粉的。哎，他没有叫哎。吹。啊，有了，找到了。 第一把的总，其实蛮多事情。哎呦！为什么他的脚在动啊？他以为他走路吗？他脚为什么？他脚为什么？他卡住了。哎呦喂！快！快！他真的动手哦。对啊，快！
哦，开始走了呢。因为最难的是跑到那个拿钥匙的地方，最难的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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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他有眼睛睡到，对，要不要挖机？要不要护目镜？看他样子，为什么觉得宇哥没有吹，完全吹不起来啊？他应该有技巧，你不用没吹哦。不要在哪里？就是你不要看，快点讲，快点讲，不要。来，开来开，哔哔哔。是谁啊？快，你还要再玩一次了，快！不会，不对啦，那个不对啦。不行了，不行了，太慢了，真的不行啊！赶快再去玩一次！有没有使用神救援卡？有！然后要喊我要神救援，我要神救援！来，请抽！好康的来了！来 ，B 二选一，选一个 B 卡，然后如果对了你就过关了。这两个选一把，错了要再玩一次，对，哎，还是不行啦。这个好了，相信自己啊！那一次不行，那一次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错的你拿错了啦！没有，不会。太爽了！啊，米拉好！加油！加油！加油！快点拿钥匙！三、五、四、三、二、一，都到一半，我进来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呀！加油！OK 啊 OK 啊，快点来吹钥匙！我要这个还是要神婆？我要这个。可以。好，小 C 小 C， 他不戴护目镜哎。哇嘞，他没有哎，他没有16卡嘞。他没了。不知道。看运气了，看运气了。来，好，不会，再来一个。来一个。不对，不行，用过了，用过了，我没用的话，可以，玉林哥太早用，天哪，要爬到楼上最顶楼，对，因为他那个比较快，因为我那比较久，可是他要爬到楼上去，哎 ，Hello， 神救援要一开始就用，万一以后没用，他没过，如果他没过的话，给他用，应该要用太久才对，对呀。加油！等一下，我已经扣好。两倍。来喽 ，three go。很难抢哦。继续推。加油！帽子可以拿掉。那边有。没有办法。好。不能用手拿，要推的哦。看到才拿。他手一直在移动。哎呦，那个太幸运了啦！就这一把了。有了啦。OK 的 ，OK 的，一定的。哎，阿开走，咱们快一点。好，开！队长，看我要走那个天堂路哦。那不够你。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方法是，我跟你讲啊，这样子啊，你们两个在后面抓住他。好，对，小心啊，小心，不要小心，不要走下来，好，不要跟贝老婆一样。这什么意思啊？拉下来吗？对啊，赶紧拉他，用力扛他。这什么意思啊？真的没有比较好。这是什么新招啊？没有看过这招数哎。因为可是蛮快的。我那天看人家扛老婆大赛就是这样。哎，对，有效啊！哇，对，
队长怎么样？被救援的感觉？很尖，好痛。但是重点是我想看成绩，我也想看。哎，你不要按掉，有按停吧？7:45，七分四十五，哇，好久！你要确定有按停啊？有。OK OK OK， 好。啊，你怎么变日本樱桃？好可爱的。你要不要拿一个那个东京樱桃？啊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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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下皮，哎，太棒，真的太棒了。好辛苦啊、哦！何大哥，你也辛苦了，在这边。不会，真的辛苦了。算什么？还有何大哥，何大哥，都起来动一动，很辛苦。吃薯条，吃到肚子都撑了。我跟你讲，照理说，这个位置哦，一直以来都是依林哥坐的，没今天刚好碰到一个冰雹的，对不对？海西，很恐怖哦！快脚软哦！快脚软哦，凯西！不要吵啦，我要哭了啦！哎呦！啊，他在这边，海西在这边，你怎么这样？很矮，超矮的。有比你矮吗？很难。I'm OK。阿哥，快了，加油！加油！好了，听声音啊！好的，啊，没关系。好恐怖啊！都闭嘴！交彩就是。不用那么高！哇！糟糕了！大家感觉很痛。错！我上去，回去，上去！错！我要错！哇！你跑干嘛了？
他绑回去。我要绑回去。我要绑，我要绑。我绑，我自己绑，我自己绑。他们不会这样啊！哎，人家绑回去。因为我刚跑快点啊，凯西，快点！我们有机会了，凯西，凯西，慢慢来，小心点呐！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凯西，可以喘一下吗？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不要跌倒，直接跳了，直接跳了，直接跳了，不要倒。现在不怕了，连叫都没叫啦，连叫都没叫啦。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开开开，来来来，你先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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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倒才可以哦。人家都可以放话的，来来来，练再上，一有二，哇，好快！哇塞，怎么跑那么快呀？成绩是7分45秒66。嗯，我们来看一下组队，你们赢了，的成绩有没有在5分之内呢？搞不好4分多，4分39秒。什么？干什么？我以为要亲我一个，恭喜组队获胜，涂在我脸上。你看，你看，耶！你回来啦！你回来啦！要插图一下吗？我不要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OK 的 OK 的，好了，心脏病死，哎，对，心脏病太剧烈了。好，那我们要前进下一关了吗？吃饭了吧？好，前进下一关。个假，那个下去的那一瞬间，真的会有点想哭，因为是自己要跳，对对，想哭，还有难受吗？想难受，想哭。那重点是你这个安排，我觉得还蛮奇妙的。我本来以为凯西会可能是别的，就是做那个，对，我以为是第二棒。没有，因为第二棒时间会比较久，所以派比较重的人去加快那个速度。哦，很常看到有人那个睫毛膏用白色的，白发。哎，可是凯西获得当地人的爱戴，对啊，刚刚。跟偶像没两样。他们刚刚一群人跟我合照，他说我是月光仙子。一直跟他拍照，一直跟他拍照。我说我来这边发展，真的，还可以。他们看的人不够多。一直加油！一直加油！放前面，放那个水，不要压着球。你给我放！假美女啊！完了，大哥累了啦。哎，大哥太夸张了。原来我的房间看起来就这里啊！漂亮哦，哇！哎呦，好，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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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模仿驴子叫，不要吵到别人，不要吵到别人，因为这几天相处下来哈，大家也聊到没得聊了，对，他们对他们没有，其实没有，你就是。下去了！好可怜呐！哎，小胖子，胖子，小王子怎么一大早就这样啊？我的爷爷呢？哎，小王子，哎呦，算了算了，不要说什么了。还好你安全裤够大件。好肉。来，会游泳吗？会了。花莲人怎么不会游泳？会了。我们现在几比？目前比数12比9。12比7，是吧？我们有5分的领先。那如果一个是7、8、9、10，哇，那可以啊，没有啦，一块啊，一块。赶快看这一关是。用九只九宫格，最终技术战胜格子，率先连胜获胜，海三战两胜，三战两胜制。
九宫格这样连连看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前进在水中前进都是不同的关卡，像是第一个是要抱着充气的浮球游泳，游泳到了对岸，你可以拿一个旗子占领九宫格的某一格，然后赶快回去跟队友 give me five。 然后第二队水中漫步是不可以游泳，只能用滑的，这样走，对，用走的，用漫步，脚是漫步，脚一定要踩到地板。好，然后之后第三棒是比速度快游。OK， 然后这个时候旗子都已经放完了，最后一个坐在救生圈上面。哎，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这里讲啊，外面也讲了，这里讲，外面讲，我是同队的。你竟然讲的，对，你竟然讲比较快啦，真的啦，你讲比较轻松啦。重心重心一样，而且我得把背包拿下来，等下不是把它推下去。对，他怕他爸把他拉下去，你的安全裤跟他是一样的 style。好，然后第四个呢是坐在救生圈上面滑过来之后，可以移动自己的旗子去挡对方的路。哦。对，但是如果在第三个关卡就已经获胜的话，那到达队友就会吹哨，恭喜哪队获胜。这样。好 ，OK OK， 现在直接开始。OK。因为你讲的大家全部都听不懂，没关系啊，吹哨以后我们重新再拿。就是你吹哨以后，我们还是去找小叶。对啊。Life is always good as your imagination. Your imagination is only as good as your life. Your life is always good as your imagination. Your imagination is only as good as your life. Your life is only as good as your imagination. Your imagination is only as good as your life.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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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一样要回到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才可以。有点接近无规则比赛了，对啊，就是这样也可以。对了，这样的我们再讲了，因为再重讲一次。刚才信哥呢，他虽然说没有用手滑做上去，可是因为我球没有带回来，算平，但是呢，你们赢，好不好？对 ，OK， 没关系啦。那我们这一次就把规则都讲好，战争现在开始，开始啦，来了。OK， 一比零嘛，再一比零嘛，一比零，一比零，对不对？好啊，没问题。我们现在来猜拳决定放弃。加码一颗星球，女生的泳圈队。
决，要到达岸边换队友，回来到达岸上才算是过关，得到一颗星球。回来要摸岸上哦，要摸岸上才算哦。OK， 好，听噪音哦，预备。Go！ 看路啊，可以你给我听。哎，那边来了，哇，超超厉害，好漂亮。其实最后那一颗哦，也是因为他。最后那一颗就等于说这四颗都是因为他了。你不要唱了，一二三，谢谢维如，一二三，谢谢维如姐。大家好，我们是火台大啦啦队，我是队长林柏森。挑战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啦啦队动作，要求各位，一起要动作的 ，One two three， 好，等一下，安军，安军，等一下，安军。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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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一样的。喂，我要等大拉拉队准备呈现给你一个最高难度的动作，大家知道了吗？开始。今天我们在菲律宾第三天了，对不对？对，最后一天了。他最后一天是不是有一种离情依依的感觉？对，有点感伤。怎么会离情依依啊？一般都结束工作赶快回家，对不对？舍不得啦。还是往纤维界里继续待到下个月。还有工作，纤维还有工作，没有回去。你看在这个海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角度看过去，有一点那个大型的什么呢？人家说台湾十大美景有一个叫淡水暮色，淡淡的最高像好不好？还有比你更老的歌，对呀、啊，所以你很开心的嘛。真的，而且这里的夕阳呢，也曾经被誉为世界八大美景之一哦。哇，对了，那我们八大哎。
世界八大美景呢。巴拉望真的好棒哦，没有遗憾的，没遗憾。对，您对巴拉望也是在。菲律宾嘛，菲律宾，菲律宾，地理河流，大家都在那边吹海风、散步，还有遛狗啊。那我们在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要玩什么关卡呢？好，我知道了，因为他是被遗炮的啦，被遗炮，不知道我们怎么讲啊，他就是要把。我很努力啊。我跟你讲哈，你的状态是不够嗨，对，因为我在啊。小丸子，对，慢活，哎，压力不要那么大。但你要够嗨，不，其实各有特色，对，哈，因为他的样子已经很嗨了，有的时候，有的样子就是解嗨，有的时候话题过就过了，过了，不用再拉回来。好，来，那我们看，哎，也不要硬嗨哦，嗨一点。我们在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要玩什么游戏呢？什么游戏？请念。这里有人协助闯关，最快完成任务获胜。最快的完成任务啦，那不外乎就是任务啦，然后要拉那个没错在地人一起过关。总共有九个关卡，那么多关吧。完成了获胜，但是好处是说菲律宾人哦，算是比较好热情的，我们已经够厚道了，好不好？我们这里有菲律宾皇后在这里，对啊，菲律宾好受欢迎，对不对？在这里很受欢迎的，对不对？真的，完蛋，那我们有什么？好的，没关系，菲律宾的爸爸，菲律宾的国民老爸啦，国民老爸。老爸那等一下我会给两队各自的一个板子，有九个关卡，啊，九个朋友，哇，那九条好汉怎么当兵一样？一样的任务，你是分两头吗？是，准备好吗？哪边人比较多？那我们任何一个都可以，开都可以，这不用告诉。对呀，都很爽。所以你要是就把全部拆开嘛。但它难易度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好，准备喽，出发 ！Go！Do you know where is Taiwan?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Good friend! Where is Taiwan? Where is Taiwan? Oh my god! No!来，第一个神手乒乓球是吗？哎，神手乒乓王，我们要找到，然后他可以这样打十下啊，很简单的。好，来，另外可以可以开吗？滴滴，好了，我就不用唱。Give me hand. Just like ten.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ten. Very easy. OK, 来 1, 2, 3, 4, 5, 6, 7, 8, 9, 10. OK.这么简单，来，哎，那个小龙呢？台湾是我家。怎么样？请问？找到一个人，然后他是台湾位置跟贴上贴纸，然后 OK， 贴纸，来，运气很重要。我想这个不要急，我想我就慢慢来。他们已经要开始了，来，我从第一排，你马当先。神手乒乓王要干嘛？寻找一人可以连续打乒乓球。Excuse me. I'm from Taiwan. This Taiwan TV show. Do you know where is Taiwan? Taiwan.
Taiwan. Do you know where's Taiwan? Right. Or you can ask your friend. But I also know Taiwan is here. 哎，奇怪，他字都写在上面，他怎么还不知道？不是，这是中文字啊。中文啊！啊，我跟你讲，他不懂中文啊。Where is Taiwan？ 你错了，快答案！你敢错一下？Yeah. Wrong. Wrong. Circle. Oh my God. No. Again. One again.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Hello. 哎哎 ，Do you know where is Taiwan? Taiwan wher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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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Good friend. 聪明。好来好来，第三个点，哎蛮简单的啦。三人七跳高，三人七跳高。然后跟他就两个甩绳，三个在中间一起跳，然后六下连续六。我们两个踩三个，阿里，来来来，好了 ，kiss me， give me hand， give me hand， come on man， give me hand， give me， oh handsome guy， very handsome， right， your brother， hey man， 好来 ，come come together， 来来，来来，可以加什么？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加连续六下。反正来了，来了，脚拿开，1 2 3 jump， one， 啊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hurry hurry， 等一下哦，预备，来， one， 哎呦，哎 ，man，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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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 ahead go ahead， again again again， 来有了，快点继续，快点，好嘞好嘞，哦拖鞋，哎，他拖鞋跟你拼了，有没有看到？好好，来 ，slow down， 对，这样，哇，哈哈哈哈哈，干了，先来 ，OK， one more chance， 预备，你能不能近一点？哇，对。问他朋友，Hello, my friend. Where is Taiwan? It's okay, just go to Taiwan. My God! 快！来，预备 ，Go！ 哎呀！你要什么？我要问他，你最帅，再次。OK， 好，干嘛？We jump six， OK？ 不要。You jump， I jump。1 2 3 4 要看层次。我来了。哎，你拉他的背，对，预备 ，Go！ 1 2 3 4是跳的人的问题，跳的人的问题吧。赶快把板凳，赶快，刚好切穿好穿。试试好吉利。找一个人，然后刚刚用筷子传橘子，五个人要传。传什么？用筷子传什么？橘子。他可以拿小。再找一个，你们去找。找人。哎，还是我们来跳。我们跳。OK。Take it easy. You follow me. 对。完了，你连动这个都不会，怎么办？来，OK，Go， 一，二，一。好，你跳，来，给我。
好了吗 ？OK， 来啊！好，一，我去，快拿歌！好，来来来，没人了，近一点，对，一，两下。又，来，不是，不行啊，怎么办？来，完了完了，对 ，Go， 二三四五六五六。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哈哈！太兴奋了，太兴奋了！拍腿，啊，你真懂小组的。好了，来 ，OK， 试试好机灵。来跟菲律宾的用长筷传橘子。用连续就对了。啊，传去给谁？传到最后一个，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每个。哦，那中间穿插一个菲律宾人，哇，这样每个这好容易卡关呢。有时间，你可以用这个，好，现在先蹲低一点，然后他等下垫脚，对，然后反正垫脚，让他滑下去。对，啊，朝外，地上啊，被剪掉。对，你要含进去一点。很惨，厉害哦。一，啊，地上。一，喜欢棒子哦。加油！对，你看狗，然后平一点。对，你再低一点。然后平一点，Hello。Very simple。哎 ，Orange， you know？ Orange。呀 ，OK。打灯。我用筷子，有可以用。OK， 好，不要。我忘了菲律宾人不会用筷子啊。我们以为人人都会，我跟你讲，可能每个都不会。Hello， excuse me， can you？ Very simple。Okay， pass for you， yeah， good。Okay。Oh yeah。Yeah。Good。Oh my god。Okay。不要，用顶住就好。对啊，不是你这个他不能夹，他只是这样把它放着而已的。这只要过瘾就好了嘛。对，可以啊。OK。Very easy。OK。And take it easy, my friend。OK。OK， 哇。看你不太用筷子的样子。好。你放着就好了。Thank you. Thank you. And for you, for your gift. Yeah. 五口传。哪一个菲律宾人用嘴巴咬汤匙传乒乓球，跟刚刚一样，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乒乓球吗？用嘴巴咬汤匙。嘴巴咬着。好，菲律宾人啊。对。Hello。可不可以给他汤匙？分。哇，beautiful girl。
可能你不能跟他重叠，你要让他刚好倒下来的地方。我觉得你有障碍。OK， 走！哎，他那个躺着 ，keep inside。完了！我看你站高点，要有耐心，慢慢来，不要紧张，慢慢来，要有耐心。你是入定啊，要是入定啊，要中啊，太原籍了。You understand? Yeah. Okay, good. 真的好难哦。我觉得我们会卡在这一关。哎，这很难呢。换手，好，快点。菲律宾的五个人站在同一个草坪上自拍，脸都要露出来。
弯毛，弯毛。哦。有自拍棒，有自拍棒。好，自拍棒。五个飞边人来。小朋友，小朋友，一个飞人，总共五人。一个小朋友。总共五人来自拍。哦，来来来来来。这边有一个，这边就有一个，立马一个。OK OK。Hello, my son. Oh, my daughter. My daughter. Hello, hello. My picture, OK. 猛将来了。有镜头检查，好像全家福哦。有，只是有影子。好 ，OK， 来来来来来来，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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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个，快快快快快，第三个。眉目来传奇，干嘛？一个菲律宾人，然后用挤眉弄眼方式吃掉饼干。你可以示范教他怎么。那个我最不会了，你会哈？你会是吧？就是放在儿童汤面，然后把它传到嘴巴。然后挤眉弄眼把它吃掉的。好，看看啊。One more time, please. You can, you can. Like this, like this.你们四个人先骰看数字多少，然后要找到朋友一起骰到总数28，不能超过也不能少。二，快不要再干了，不要浪费时间，没时间。5、6、6、8、8，慢点慢点，总数多少？28、8、8、3、3、13、13、13、14、14。哎，没办法，没办法，14没办法。好，多少？Hello，Hello，Take it easy，Take it easy，Take it easy。来，示范给他看，示范给他看。要旁边帮我拿眉毛吗？对，就这样，这样就好。And to your mouth，and you can do it，I love you，Okay，I trust you。You can。刚刚刚刚是鼻尖眉毛中间，对对对。OK， 哎，他好厉害哦！哦 no，OK，21，还有两个。21，要甩到1。1。什么意思？那个四个一人要找一个，刚抽牌的大小，找一个。OK OK。哦，一人一个人。Choose one。OK。大儿子怎么了？我帅。大儿子怎么了 ？OK。他什么？大老二。大老二规则是吧？好了，好，就这边这边。好 ，OK， 好好。OK OK。OK， 我跟你讲。当机立断，你要不要换一个人比较快？不行不行不行，可以他已经他有感觉了。
看角度呢？对。对。哎，那好，这边侧脸比较好用吧。好，对对对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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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他，有他，他高了，哎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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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数哎 ，no no no， 千数万千数万，随便找一张，好，好，还好，赢了赢了，赢了，哎呀，你好啊，你们哪里来？三，我的，哦哪里？哦大老二，湖北啊，哎呀，我常去长沙呢，别直接聊天了，武汉，我常去武汉呢。甩到28，你们四个人先掷骰，总和要加菲律宾人要总和要28的。OK， 刚刚好28吗？对。哇，刚好28要怎么算？哎，数学真好。没有，不是，这个会卡到天亮。好，没关系，你们先总和，先四个总和，我们先加骰子线哦。OK， 好来。给你们看。我们四个先加。随便。六了。十，哇，那没机会了。十六。Choose one, 就是玩，我在选啊。OK， 救命的卡，玩的对。好，差一位。差一位。我跟你讲，这个靠运气的啦。Hello。OK。哎，丢。哎，丢了。Push。二十一。21，还有7点。OK， 又。呀。7点。二十六，现在还剩2点。好，再来二。好，二。这边。Hi。Three。Choose one. 再来。那 K。Oh my god。啊。OK。Just two. OK OK OK。Good luck.没关系，我们要在这做 ending 啊，别理他们。
乒乓球，乒乓球还有跳绳，一样还跳绳。好，那我们现在啊赢了，哈哈。对，这关之前呢是12-11，现在是12-15。我们算是先胜后衰，差三颗抽球的几率赢的，你应该还是算大的。那当然啦，三战两胜，三战两胜，还差五战三胜。哎，经过你一整天的开示以后，再笨也知道要三战两胜，因为呢次数越多，几率的准确率就越高，越来越高。我们来到菲律宾玩的开不开心？开心。太好了，接着下来就是你们要不开心的时候了。而且现场在放赌神的音乐哦。这明明是 Final Countdown， 这怎么会是赌神？而且差那么多。Final Countdown Europe 欧洲合唱团，这是一个赌神的音乐，对不对？当然，那个赌神是那个赌神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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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身萧条的背影，怎么来？咱们直接抽球了啊！好，这抽球队，我先跟他讲，看看我身后这个高速自由落体将是大家的惩罚。好简单哦，但是要抱一大颗水球，每一个人抱一大颗水球，然后呢，不可以破，不然要重新再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玩到大家都没有破下来为止。哎，那跟地府岭一样哎，一直玩，玩到那个球没破为止。他忘了自己已经走了，那一直玩，一直玩。我只记得地鳖虫。对，因为是用地鳖。要加码吗？要加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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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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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直接抽球了。又爱又恨的命运好好玩，哇！到底谁会接受落汤鸡高速自由落体的惩罚呢？就看这里咯。来，这题讲的最好，对，很好。最后一关了，三战两胜，对不对？对。我们先来指定一个，好不好 ？OK， 好不好 ？OK。威如，好，他最衰，他衰两天了，好。唯如，我跟你讲哦，摸起来捂着，盖在这里，一二三，开。拿什么颜色？黄色。黄色。黄色。我们要求换人。太可怕了。什么颜色都不知道。不好意思，放球了啊。来，15颗。紧轻点，15颗，12颗。2、4、6、8、10，12颗，好不好？15颗啊，好。1、2、3。还是记得聪明，就是不把它拿起来就好了。不好意思，来，请继续摇一摇。我们也摇一下吧。对啊，要把你误抢误搞，搞不好玩，搞不好玩。哎呦，各一个，一块哈。数一下。哎，对对对，都白呀啦。我到哪了？对，我们都没有哎，还要比较，再轻点一下，不好意思，1、2、3、4、5、6、7、8，对，对，你没错哈，没有错，我放一个石头进去了，黑色的，你们少一颗啦，哎，哦，大哥哦，没心的啦，对，有人捡到了，有人捡到，谢谢菲律宾好朋友 ，OK， 不妙了。OK， 有啦，没错。我也没错，不知道。不会。好。那是要钱呢。哎，1万块奖金哦。1万块奖金。江，1万块奖金。没有。收到没有？回来，看上面。回我 follow your heart。看上面。感应感觉。加油。凭感觉握住。黑色哦，不是黄色。黄色。握紧。两手把它握紧。两手。谢谢唯如姐，刚刚你们直接
定我们的，我们要制定你们的。好啊，以定威如。不行啊，他会太难受，他不会拿，又拿黄的。好，你们可以指定我们，预备开始。哎，我们已经要他们，他们这一点是谁比较衰？黄轩，黄轩。好，黄轩，好，黄轩，你直接把他 KO， 好不好？黄轩加油！我现在把这个里面的球数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是14颗，你们是12颗，所以我们大不了多少。好，好啊，看着蹦。那压力很大，要不要过个运？好啊，盖住，盖住，盖住，来，不急不急。自由落体上，水汪汪，自由落体。他有不同意见，怎么样？我们去 ，OK。我们该死，我们 OK。真的。可是柯大哥，柯大哥有心脏病，没有，没有，没有，不管，不管，病死啊！不管，不管，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东西哦，艺能界人本来就太多，啊，去挑战一个，对，少一个是那个，我们日后会更好走，要不然一定要直系血亲或者配偶可以替代。对，直系血亲跟配偶，你选一个。啊，就一个。令尊没有来吧？没有，没有。我是他的。其实我跟你讲，她是我13多年的女儿。喂，两个脸一样大，我不要的。那个何美，你怎么可以认贼作父？不行了，你老婆带不走真的。九弟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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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老公的心脏不是很好，对，你也知道。他等下光下来那个支架飙出来。对，不是你呢，就帮我上去坐一下，好不好 ？OK。坐一下。坐一下。他就是坐一下，吊一下，信一下，软一下，然后到最后就下一下，这样可以了。我感觉这因为要飙。来吧，来吧，来，今天。结过了，结过了，结过了，离婚，不能离了，离过离过好，不能离，不能离，你哪边又好是哪边难得呀，对了，对我一个人过，四个，我们四个，对对对，贺大哥，而且穿，哎，穿黑的。真的就像歌词里面所讲的，有没有？我的牛你先走。好啊，好啊，好啊，我今天要当皇上的。好 ，OK， 就这样决定了，出发。哎，冷清，快奖金。冷清，谢谢冷清，好，我们赶快看他们自由落体。吵架，给完给分手擂台，分手擂台，灯不点亮，话不说不明。哎，来，你跟着接下来，对呀，雅雅也来。雅雅带小孩不方便，对。可以啊，雅雅带小孩的话，用不上你，你跟小孩有没有？有没有？小孩。你看，我们昨天快乐一整天，没有想到今天兵败如山倒。哎，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想，其实我想，有吧？过程最重要。对啊，胜败结果压场位，对啊。其实我们最后差距也很大，对啊，纯粹是威武运较差。真的要在后面？等下我要去点再抽一次。为什么我是最衰？你看我抽给你看好不好？好凶哦！没有他们，这个腿哦就是这样，随便搭起来就没事。随便搭一下，把它搞好。黑的啦，黑的，这一颗黑的啦。我跟你讲哈，你在哪我就知道是。又是黄的吗？不是啊，这就是命啊！来，命。听得比较标准。听得来命。没有没有，这个要这样。没有这样。命。这样啊。命。这样子，要这样。命，我在准备哪个是这个啦？大家以为都是蛋，对不对？错。手机 ，Hello， 哎，手机 ，Hello， 手机 ，Hello， 未来一个，你还有心情，我们赶快去啦，惩罚了啦，好，来吧，哇，豁出去了，已经
起步，推入火坑，你是在挥霍。哎呦，推入火坑！当当，拿出魄力来。我们刚刚学过了一句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哎呀，伟大的女人。你这一生替你老公扛的也够多了。真的，没玩游戏也要帮他扛，不差这一次。来，各位，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水球在身上。四个人通常没破关，好，有一个人破掉就挂掉重来，好不好？说来来来，请那个贺大哥送一个水球给老婆。来来来，有什么话想跟老婆最后说一说？其实我老婆是最坚强的，坚强的，嗯，我相信她一定 OK 的，好不好？ OK， 好，来把球交给老婆。谢谢。你老婆在现场留下一双拖鞋。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位置就放在这边。哎，再给我压火了。我看，我看。好 ，OK， 好，下一位。我要送给我的好团员可欣。哇！哎呀，不是吗？再来一位吧。不是，位置我来调，位置我来调，不要捏他。来，我讲哈，不要捏他，不要捏他。要过了 ，OK， 好 ，OK， 我们可以的，来。OK， it's time to go， final countdown。放开我们啊！
来，把他抓住，抓住他，抓住他，镜头拍来。怎么会变这样？对，我跟你讲，这叫遇水则发。我们祝观众朋友大家阖家平安，发大财！发大财，很大，恭喜主办，拜拜，拜拜，拜拜。我一开始以为是来当队员的，我是小玩家，哦，是小玩家，樱桃小丸子，还是看不出来。露营的时候露营，那除了没有露营的时候，离我们远一点。会有感受到被排挤的感觉，神救援版是这样子。队员率先完成。哎，等一下，这神救援版怎么了？哦，一棒子，一棒子有一个机会啊。对，现在要听你的，听他的，听我的。为什么这里讲啊，外面也讲，这里讲，外面讲，这里讲，外面讲，进来讲比较快啦，真的啦。那我们在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要玩什么关卡呢？好，我知道了，因为他是背一套的啦，背一套，我们怎么讲哦？他就是要把它讲完的。我很努力了，我很努力了。压力不要那么大。这是最大的实境节目吧，所以这真的一点都没有作假，就是很真实的反应。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跟游戏的玩法，可能自己还真的是不熟悉。小美，要成为玩很大的关主，你必须要有做功课，口条要好，思绪清晰，而且抗压力要强。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跟来宾、队长一起乐在其中，一起玩很大，这样才是玩很大精神。当玩很大的关主，首先第一个就是别紧张，第二个就是话要讲清楚，再来呢就是要懂得察言观色，主队客队两边要站好。那相信你们下一次来当关主，一定可以表现更好的。我们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站站站站！一二三，睡美人。一二三，睡美人。这次来这边不是就来度假，是要来闯关的。啊、来闯关！你们这观众是第一次看节目，我综艺玩很大，度假命在露营。你说这一次不是来度假，真的以前都度假，还有吗？有吗？啊如果有更充沛的时间来准备的话，也可以。这样是不是更好？要感谢执行长委，还有这么多的前辈们，因为他们真的都在帮我。好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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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